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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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昨天讲到了佛陀成道修行的方法的心路历程，这就是这个对十二缘起的观察。十二缘起呢，这个也就是揭示了我们有形生死轮回的规律。那么佛陀呢，通过对这个十二缘起的观察，找到轮回的源头，截断众流，超越了生死，超越了生死。那这个十二因缘，它包含着流转和幻灭，叫流转门、幻灭门。这个内容啊，几乎概括了我们修学佛法，我们所要认识的，以及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其实不外乎这些。我们学佛，就是根据印度人的传统，这个印度人的传统呢，就是要一个是要这个就是正确的认识轮回，然后呢就是要追求解脱。所谓解脱，就是要从轮回中解脱出来，就是我们学佛啊，其实要做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要解脱。那解脱的前提就是要认识轮回，通过认识轮回，然后走向解脱。那佛陀对轮回的认识，以及佛陀找到了这个解脱的方法，这条解脱之道是佛陀他发现的，但不是发明的。佛陀不是这个道的发明者，佛陀把这个他找到的解脱之道称为古仙人道。所谓古仙人，当然这个不是讲的世间上道家讲的仙人，是指的过去的诸佛，过去的诸佛菩萨们也都是沿着这样的一条道路走向解脱。佛陀他比喻他自己就像一个人在原始森林里边探寻，突然间发现在这个森林里边有一条光明大道，他发现了这条道路，从这条道路里边走出这个迷惘的森林，走出这个迷惘的轮回，就是在这个轮回里边
他发现了这条道路。所以佛陀呢，是这条解脱之道的发现者，是发现者。从轮回，从认识轮回到走向解脱，这是佛法修正的纲领。所以佛陀呢，后来在他第一次转法轮的时候，他就把他的这样的一个修道的经历提出了一个他最初的一个宣教的纲领。这个宣教的纲领就是四谛法门。谛就是四种真实，这个佛陀真是有大智慧啊，他把这个轮回解脱这么复杂的问题，他就是用了四个字，苦集灭道四个字就概括了。从十二因缘的两重门上来说，流转门其实它就是展示的苦集的因果原理，还灭门它就是揭示的这个解脱的原理。解脱就是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就是对轮回的截断，对轮回的十二支，从无名、行、识、名色六路，一直到生、老死，对这个每一支的截断，那么从这个截断，非要有截断的方法咯，比如说截断无名，或者截断行，或者截断识的缘起，它是要有方法的。这个方法就是道的内容，就是八正道的内容。它用八正道去截断生死之因、轮回之因。通过八正道截断生死之因、轮回之因，那么最终达到的是什么呢？达到的就是灭，就是涅槃。达到的就是涅槃的结果。所以截断轮回最主要是要修道，要修道，你要正灭，你要正的这个灭，那就是要修道。所以佛陀在十二因缘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他提出了四谛的纲领。那这个四谛的纲领，他主要就是结释了两重因果，轮回的因果和解脱的因果。我们学佛到底学什么呢？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学佛要学的就是学习这两重因果，要明白这个两重因果。第一个，要明白轮回的因果，能够正视轮回，能够正确的了解这个轮回的因果原理，这样的一种正确的认知，其实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我们不能够正确的认识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比如说其他宗教，他们可能会认为这个，比如说在印度的有关于这个神造论、轮回、痛苦都是神决定的，那我们可能就是有一个万能的神。那现在的其他宗教，基督教啊、伊斯兰教啊，那么就是通过一种对神的信仰，最后希望神通过神得到拯救，那把问题就归结在神的身上。那还有呢，比如说也有像偶然论或者唯物论，还有宿命论。宿命论就是一切都定好了，似乎好像是没法改变的。偶然论就是一切都是偶然的，不确定的。所以就是对这个我们这个轮回的这个因果的认识，能否正确认识，它就决定了我们能否找到一个正确的解决的方法。佛陀给予我们最大的贡献就是在于，因为他以这种如实的智慧看到了这样一个轮回的这样一个缘起的规律。因为我们只有真正的找到轮回的原因，我们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轮回的问题。我们知道它的因在哪里，不再造这个因，把这个因给切断了，果自然就不会产生了。所以对轮回的因果的正确的认识，这是非常的重要。那还有呢，就是关于解脱的方法。解脱的方法里边，这个就是佛教的所有的宗派几乎都在为我们提供着不同的解脱的方法。那么所有的这些方法，它的根本基础是什么？它最初的根本基础是什么？那四谛法门里边就是提出了所有的方法的根本基础，八正道。八正道，这是这是佛法修行的这个核心内涵。我们讲古仙人道，其实就是八正道。八正道是佛法修行的核心内涵。所以通过八正道，灭就是平息的这个轮回，那就完成了这个生命的解脱。所以灭和道就是解脱的因果，走向解脱的因果。所谓解脱是解脱什么呢？就是谁绑住了你？谁绑住了你啊？你要解脱的就是绑住你的那个东西。谁绑住了你？其实就是从十二因缘的角度来说，就是惑和业，就是惑和业绑住我们。虽然说这个东西也是了不可得的，但不是没有。了不可得是从它的本质上来说，但在现象上呢，
当你困惑的时候，有没有啊？当你烦恼的时候，有没有啊？当你嗔恨心升起的时候，有没有啊？它是有的，不是没有的。我们的贪着，爱即有，我们内心对物质世界的一种强烈的一种贪着，然后这种贪着产生一种强烈的渴求，这种渴求啊，它就会使得我们这个不断的去会去追逐外在的世界。所以我们陷入，当我们陷入到某种渴求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是身不由己。当我们陷入到某种贪着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是不得自由，不得自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每个人几乎都被绑在不同的这个执着上，都被自己的贪着捆绑在不同的现象上，然后努力的去追求。所以这个整个世界上，现在这个世界很疯狂，每个人都在疯狂的追求，疯狂的忙碌，疯狂到了身不由己，疯狂到了欲罢不能，疯狂到了没有能力休息，几乎停不下来。所以我经常说，我说现在人没有能力休息，不是没有时间休息，是没有能力休息。没有能力休息的原因是什么呢？实在是因为心静不下来。休息是要心要能静得下来呀，你才能休息呀。所以现在每个人都是在一种躁动不安的状态。那么这些力量就是推动着轮回的因，所以使我们在这个轮回中啊活得很辛苦。辛苦的原因就是得不到休息，辛苦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得，我们的内心被各种情绪所控制，使得我们不得自在。所以我们要寻求解脱。所以解脱的这个概念，很多人觉得好像解脱是只是少部分修行人的目标，其实我觉得整个社会几乎每个人都在追求解脱。因为他们累的时候，他们就要想着比如说释放，要放松，这个他们想要这个让自己啊逃避，通过喝酒啊，通过各种声色娱乐啊来逃避自己，其实那就是一种追求解脱，只不过是这个解脱的方法实在是不究竟。那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解脱？什么样才能究竟的解脱？那么佛陀正是为我们提出的解脱之道。所以解脱就是解脱轮回，轮回的根究竟在哪里？轮回是一种现象还是一种心理？从表面上看，轮回是一种现象，但其实轮回的根本是在我们的内心，轮回的基础是在我们的内心，是我们内心的这种贪着和需求，所以会使得我们不断的去重复某一件事情，重复追求某一件事。
果我们的内心没有这样的一份贪着和需求的时候，其实轮回也就结束了。所以真正要解脱的是解除我们某一种制造轮回的心理，而不是说我们需要去逃避一个现象，或者说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你离开这个世界，如果你内心还是充满着需求和执着，其实你即使躲到深山老林里，你也是清净不下来的。即便暂时你静下来的，有一天你进入红尘里，你看到那些事情，你一样还是会引发你的一种需求。就是真正要解除轮回的根，解除轮回，关键还是要解除轮回的基础，那就是我们人的内心。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轮回只是我们自己内心制造了一种颠倒妄想。解脱要解脱，解脱也是一种心理现象。解脱也就是要解决我们的心理问题，心里边没有这些迷惑烦恼了，那我们就是一个自在的人，内心没有迷惑，没有烦恼，无论你生活在哪里，你都是一个自在的人。可是如果我们内心里面充满着迷惑，充满着烦恼，其实我们无论生活在哪里都不会自在的，都是痛苦的。就是所以这就是凸显了解脱的重要性，解脱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的重要性，其实对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只要我们把它说清楚，其实每个人他都会意识到这将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四谛法门就是揭示了这样的一个修行的原理，解脱的原理。那么我们分别的来认识一下这个四谛法门，一个是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苦集灭道四个字，苦集灭道这个四个字，其实简单的说就是苦和苦的止息。佛法是什么？佛法就是苦和苦的止息。你看苦谛就是了解到人生的这种苦的现实，我们要正视这种苦的现实。集谛就是探寻探找产生痛苦的根源，痛苦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是怎么产生的。灭谛就是痛苦的平息，灭就是平息，熄灭，痛苦的熄灭，彻底的熄灭。所谓痛苦的熄灭，也就是涅槃。涅槃就是痛苦的熄灭。道谛也就是平息痛苦的方法。那么四谛法门是佛法的纲领，四谛法门它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从了解痛苦到痛苦的平息。所以佛法是什么？佛法就是止息痛苦的方法，佛法就是止息痛苦的方法。简单的说就是究竟止息痛苦的方法。究竟止息痛苦的方法。所以说涅槃是最高的快乐。为什么说是最高的快乐呢？
涅槃就是究竟的止息的我们生命的痛苦，就是这个问题说起来像是很简单，但是其实不简单，因为要止息痛苦，要究竟的解除痛苦，实在是太不容易的。我们想想看，世间上的人，人类五千年文明，其实都在干什么呢？都是在这个摆脱痛苦，都是在追求快乐。人类通过对物质世界的探讨也好，还是通过对内心世界的了解也好，其实目的都是为了要摆脱痛苦。对物质世界的了解，就是不断的改善物质世界，从原始人的刀耕火种，到现在的高科技，无非就是要改善生活环境，让人们活得更幸福更快乐。人类的哲学、宗教、科学啊，对世界、对生命的探讨，其实无非也是要通过探讨生命，摆脱生命的困惑，能够让我们活得更明白、更自在、更坦然。可是我们想一想，今天这个世界啊，虽然呢，这个科技文明高度发达，可是今天的人过得并不开心啊，今天的人幸福感不高啊，今天真正过得幸福的人不多啊。现在人其实这个活得很累，困惑，内心里边这个焦虑，没有安全感，恐惧，整个生活状态混乱，内心混乱，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你看那做企业的人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的，真正过得幸福的快乐的也不多，普通老百姓这个真正能够安居乐业的也不多，普通人他内心也不平衡，有钱有地位的人真正有一个健康心态的也不多。所以究竟人怎么样才能够活得心安理得的，怎么样才能活得快乐幸福，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学问。你们现在在这里坐在这里可以这样听课，社会上要听一节佛学课也不容易哦。然后很多这些什么总裁班啊，有的时候也会安排两节佛学课上一上，但是他们要能够这么系统的长时间来学习，这个不要说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啊，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止息痛苦，怎么样才能够彻底的平息痛苦，这个是要有正确的方法。那佛法呢，佛陀就是为我们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方法，为我们找到了一种真正的涅槃之道。我们想想那些印度的那些各种宗教啊，他们也是这个吃尽苦头的在寻找这种方法。我们前面说过佛陀有修过苦行的经历，其实现在印度还有苦行外道，
你们到网络上去搜索一下印度苦行僧，你们去搜索他的图片，你看的真是把你吓坏了。各种各样修苦行的人现在还有很多的，甚至有一些苦行僧他是什么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之类的，这个高学历的也有。他的那种吃苦啊，那真是简直是这个自虐之至。但是这种苦行僧在印度他是很受尊重的，一个人能够为了追求信仰追求真理而活着，不管他的方法对不对，在印度都是受人尊重的。我们佛经里面也经常有记载各种印度各种苦行外道的修行的方法，那他们也是为了追求真正的涅槃，他们通过苦行来追求涅槃，那他们能不能证到涅槃呢？他们可能只能证到相似的涅槃，他们以为是涅槃，其实不是真正的涅槃。真正的涅槃就是对痛苦的究竟的平息，那就是要对内心的这个我们生命内在的这种迷惑和烦恼的究竟的平息。这种究竟的平息必须要开发出我们内心的这种觉性，我们只有开发出我们内心的觉性，那才能够究竟的平息痛苦。他一般的认为升天啊，升天可能就是涅槃了，像这个其他宗教，他们认为升到天堂就是永生的，远远的在那里享受天人之乐。但如果从佛法来看，天福享尽必然堕落，何况一个人你内心的烦恼没有究竟解除，你享受的环境再好，其实他也会无聊的。这个包括还有禅定的境界也是一样，禅定的境界它只是代表着一种暂时的心理状态，但从禅定出来，那他内心的这些烦恼一旦现行起来，迷惑一旦出现，他还是烦恼，还是会造业。所以这个都不是究竟的，都不是究竟的这个解脱之道、涅槃之道。这是佛陀为我们总结出来这个四谛法门。这四谛法门就是告诉我们如何的来的。这个如何的来，要如何才能解究竟的解除痛苦。那么首先就是要认识到苦的现实，首先要认识到痛苦的现实。所谓痛苦的现实呢，就是我们这个五蕴的色身，这个它就是一个制造痛苦的契机。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制造痛苦的契机呢？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以迷惑和烦恼为基础，这个迷惑和烦恼，它就会源源不断的制造痛苦。我们平常讲的生老病死啊，这个身体嘛有生老病死，然后从我们的内心来说，从我们生活社会上来，从社会现象上来说，我们会有什么求不得、追求得不到的痛苦，心爱的人不能在一起的痛苦，冤家这个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痛苦，这种社会现象上来说，从生理上就是生老病死。从我们的内心，在我们的内心里边会有各种烦恼，五蕴失慎，躁动不安，还有四大不调，身体上有四大不调，今天这里不舒服啊，那里不舒服啊，在我们的内心里边有各种焦虑恐惧，
不安，贪婪、嗔恨、嫉妒，各种各样的这些负面的情绪。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制造痛苦的因素，因为我们这个有漏的生命啊，它隐藏着各种制造痛苦的因素。所以佛教讲人生是苦，其实人生是苦应该是指有漏，有漏皆苦，有漏，有漏其实要说明的就是以惑业为基础的生命，有迷惑烦恼为基础的生命，它会不断的制造痛苦。那这个是我们首先我们对这个现象我们需要正视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需要正视这样的一种现象。然后其次呢，我们需要去探讨这个苦的根源，我们需要解决苦，我们就需要探讨痛苦的根源。其实这个痛苦的根源是什么？我们平常人可能认为我的这个在过去啊物质贫乏的年代，很多人觉得哎呀，这个我的生活条件没有别人好啊，比如我住的没有别人好啊，我吃的没有别人好啊，这个通常都会在这个外在去寻找这些条件。但是我们知道这几年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很多人已经富起来了，但他们还是痛苦，还是烦恼。那这个痛苦和烦恼在哪里呢？那这个就是精神的问题啊，就凸显出来的，凸显出来的。那从佛法的角度来说，痛苦和烦恼的原因其实还是根源于我们的内心，就是惑和业，就是烦恼无明烦恼，以及由这个烦恼所造的业，是我们产生痛苦的原因。那么这种痛苦的原因，其中表现在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充满着一种渴求和贪着，渴求和贪着，可爱，渴求，有一种渴望，渴求。然后我们对我们渴求的东西会充满着贪着。其实三界的众生，他都会生活在不同的渴求和贪着里边，所以这个三有三界称为。对异界的爱，对色界的爱，对无色界的爱。无色界的众生可能会贪着无色界的境界，色界的众生可能会贪着色界的禅定，使他不能够从这里超脱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佛陀在修禅定的时候的经历，当他进入初禅二禅的时候，他内心产生这种欢喜快乐，平静。那么一般的宗教师在修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贪着这些东西。佛陀呢，他不贪着，因为他不贪着。那么一般的众生就是会贪着，像异界的众生，他就会贪着这个异界的境界，这个异界的境界，异界的无义。然后对异界的这种无义啊，充满着可爱和执着。色界的众生就会对这个色界的禅定，这个充满着执着。无色界的众生就会对无色界的禅定充满着执着。因为这种执着，事实上就是造成轮回的因啊，造成痛苦的因。所以我们要解决苦啊，我们就需要去探寻痛苦的原因，需要去探讨痛苦的原因。那第三个就是灭，这个灭
这个痛苦的原因就是来自于我们内心啊这些渴求，以及这个各种妄想，如此渴求产生的各种妄想，还有各种情绪。这些情绪呢，在我们的内心里边啊，它会躁动不安。我们讲今天的人很躁动，这个躁动事实上它是代表着我们内心的各种情绪啊，它是波澜起伏，此起彼伏的。人在这样的一种躁动中，他是身不由己，是身不由己。那么所谓的涅槃是什么呢？涅槃就是让这些躁动的情绪、躁动的想法彻底的平息的，彻底的平息下来。我们平常人，因为我们内心有了这些躁动的力量，我们的生命就会充满着不安静，一点都不安静。即使外界很安静，但是我们的内心不安静，因为我们内心不安静，所以我们就会不停的在动荡，不停的在忙碌。我们讲没有休息的能力，事实上也是因为就是这个就是一般的人这种内心的这种躁动所产生的结果。那涅槃就是平息的这些躁动，当这些躁动被平息了之后，他的内心啊就会进入到一种安静，一种安静。所以涅槃叫做涅槃寂静，涅槃寂静。涅槃了之后，你的内心才会进入到一种高度的安静的状态。这个安静的状态是什么状态呢？就是空性的状态。你的内心就是安住在体认空性的状态。这个空性呢，它是充满着一种安静。然后在这个安静的同时呢，它会散发出喜悦，让你的内心不断的洋溢着一种喜悦。但这种喜悦啊，它是来自于安静的喜悦，不是来自于情绪的幸福。所以一个真的涅槃的人，他的内心始终是充满着安静和洋溢着喜悦。但这种安静和喜悦，它又是一种空灵的、空旷的。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空性，它有空、有明、有乐，空的特点，有明，明就是不是没有感觉的，它是了了明知的，它有安静的特点，它是无限的安静，这个安静是来自于你的内在，所以真正的安静，涅槃就是一种最高的安静。然后呢，有喜悦的特点。我们想一想看，我们一个人啊，这个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内心没有情绪的时候，没有烦恼的时候，没有压力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容易欢喜的时候。反过来说，我们内心有压力、有情绪，我们的内心就会进入到压力、进入到情绪里边去，我们就不欢喜、不开心。当我们心里没有事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的欢喜、开心。所以这个灭谛就是灭，把这个苦和疾给熄灭的，苦和痛苦的，产生痛苦的这种因素，把它平息的，就是灭谛。第四个呢，就是道谛。道谛就是我们所要证得的，所要修的。你想要这个平息痛苦，
平息烦恼，就是需要有方法。这个方法呢，就是八正道，就是八种正道。这个八正道啊，这是很重要的。那这个八正道呢，就是第一种就是正见，这个正见很重要。我们接下来还会重点会讲到，会介绍一下正见。正见，正见从哪里来的？正见就是基于这个从用缘起的智慧去观察世界，用缘起的智慧去观察世界。当佛陀去用缘起的世界去观察世界的时候啊，他就能够看到这个世界的真相，世界的实相，世界的真实面目，他就会活得正见。所以这种正见的活得其实是来自于缘起的智慧。所以因为缘起，通过缘起的分析，我们就会认识到这个世间是无常的现实，是无我的现实，是空的现实，是苦的现实。苦的正见，无常的正见，无我的正见，空的正见，都是透过缘起观察的结果。透过缘起观察的结果，因为比如说以缘起来分析我们这个生命，你通过缘起去观察，就对它进行解告，解告的结果，你会发现这个生命它是找不到一个我的，找不到一个不依赖条件的固定不变的这样的一个心灵的实体。在这个现象里边，你根本就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实体，就是物质。在我们这个五蕴，不论是从物质的角度，还是从心理的角度，你都找不到这么一个不依赖条件、固定不变的实体。哎，就是我们现在所认定的这个我，其实只是我们内心的一种错误的设定。我们每天都在以自我为中心，但事实上，我们所认定的这个我，它根本就不存在。所以佛陀呢，他以缘起的智慧的观察，就发现了这个无我。比如说无常，也是透过缘起的观察，一切都是缘起，缘起的一些现象，这个它根本就没有一个永恒的存在，永恒的自体。无常就是没有永恒。你看到哪一个东西是永恒的？永恒的实体。因为没有永恒的实体，所以不论我们看到的生命的现象还是外在的现象，一切都是在变化之中，新陈代谢，刹那生灭。那同时呢，我们这个缘起的这个生命的现象，它也是空的。空的就是找不到一个固定不变的特质，就是一切都是条件的假象，一切都是条件的假象。所以佛法的这个正见是来自于缘起的观察，你懂得用缘起去观察，你才有可能获得正见。因为其他宗教他不懂得用缘起去观察，所以他们找不到正见，他们没有办法获得正见。休息一下吧。Thank you.